入第二轮比拼，唱跳团秀。三支队伍将全员出战，各带来一个唱跳舞台。浪花值排名前二的队伍将各竞夺一个胜利席位。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三个风格不一样的唱跳舞台，而考验的则是三支队伍的默契和实力。赛前三支队伍已经自选了歌单，并且决议了出场顺序。本轮第一个出场的是谭维维队，各位浪花准备好了没有？一路走来，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？让我们先来看看他们队伍的快乐日常吧。好了哈，咱们现在是在前往这个会展的路上。等一下，我们去干嘛？今天是什么日子呢？咱们现在就是说已经潜入进来了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陈一峰向前冲！今天是陈一峰的80天生日。陈一峰向前冲！就这样吧，行。在我们组成一个队的时候，我们彼此都会有疑问，会觉得合适吗？因为我们彼此都不了解。走吧，跳舞吧。走了呢？天意，我们就在一个队了，但是实际上你会觉得好像我们是不是都不搭。风魔不成火吧，感觉大家都有点几近疯癫，但是就是因为大家要疯到一起，就会觉得特别的开心吧，要疯一起疯的。啊，队长，你拆吧。谁过生日啊？你吗？是不是？谁呢？好，我来宣布答案。今天是你们成团满月。咱们唱个满月歌吧。祝我们成团一个月，祝我们成团一个月，祝我们成团一个月，祝我们成团一个月。我许个愿，许个愿，我演，场场都赢。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入住，讲点什么？第一天，我们六个人都在一起。的目光，但我今年的帮助挺多。你住我，你都不应放弃。我现在融入到这里，跟赵梦我们都有同感。虽然我比他们大很多，但我没有觉得有代沟的感觉，没有年龄之分。从我们在一起就跟家人一样。我们组了新队的第一天。我一直都没赢，这次应该让我赢一次了。这么强大的团，我白了。你这是输了吗？你这已经失去了。赢当然能好了，在维维的带领下，我觉得维维那种他真的特别有激情，我觉得他那个气场特别强大，我觉得我跟这个队应该能赢一次了。我们真的就像野蛮生长的杂草一样，很有生命力，然后我们也很团结。我们真的不想分开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请你允许我们在台上看到的明星，我们有。
成功。我终于赢一回了，是吗？谁会想到人生过半的时候会遇到姐妹情深呢？肯定还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在一起嘛。我就是不想打伞啊，不想大家离开呀、啊，不想分别啊。那要冲了，不打伞了，打伞呢？不打伞了，不打伞了，不打伞了。但是不要打伞。啥吧？我们不打伞。下雨了，要打伞吗？有请谭维维队带来《眉飞色舞》。